现在呢，我们就是继续来讲我们今天的一个剩下的内容。剩下的还有一个，剩下的还有什么内容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剩下的内容的话，就是一个分页查询了。分页查询它是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关键字，就是一个 limit。这个 limit 分页查询大家应该用的比较多吧？啊，不对，你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肯定是用过的。Chrome， 在我们的这个表里面，我们去找一下。比方说我们去打开一个百度。哦，这个刚才好像是连了，怎么断了嘞？哎，这个关闭一下。哦，刚才好像交换机重启了吧？这个不给面子吧？这个太不给面子吧？面子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面条的纸啊。那这里面我们随便去输入一个，比方说输入这个黑马程序员吧。输入黑马程序员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信息是不是可能出现成百上千条啊？是不是可能出现成百上千条？那你在我们的数据库中，如果你有一千条数据，你可能一次性全部都查出来写这个用户吗？不会。我们通常是做这样的一种分页的操作了。做这样一种分页操作，首先如果你过来的是第传过来的是你要查询的是第一页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去给你显示第一页里面的数据啊？如果你是传过来是第二要查第二页的数据，我们是不是把第二页的数据查给你啊？那一页里面显示多少条呢？一页里面随便是不是可以去显示，比方说一页显示十条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查询操作了？是不是假设给大家框定了每页数据，假设给大家框定了每页数据是几条啊？每页数据是十条，比如说是十条，那第一条数据我们是可以是怎样子做的？比方说，哎，我们的起始索引从一开始，假设我们的起始索引从一开始，那现在每页显示十条。第二页是显示什么东西？第一页它的一个起始索引是几啊？第一页的起始索引我们可以设置成从一开始吧。那第二页它的一个起始索引设置是几啊？是几啊？我们可以从这个开始吧。那这个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逻辑。那我们用我们的limit 关键字可以怎样来做呢？我们可以是用这个。我们可以比方说 select key from 这个 product， 但当然我们的 product 里面没有这么多商品，我们是不是可以 select key from product， 然后呢用这个 limit， 首先去写一个数字，这是一个比方说写一个一，即使所以从一开始，那我们要查的数据是几条呢？十条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实际上可以来执行这条语句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哪个东西啊？括号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从几开始啊？从一开始，现在这个是不是从二开始啊？那它这里面我们是不是第一页要其实说给它从零开始吧？对。是不是都得从零开始啊？先要这个零，这个感觉还是从零开始吧？从零开始。Ctrl C， 然后这个索引就要去做一个加法了。那这个写好之后，到这边，Ctrl C 之后，那这个里面我们去，这个直接写了，放就好了。Select 啊，上向上 ，Select 我们改成从这个零开始，起始索引，然后我们显示十条。现在是不是就是将？好像我们总共里面就十条数据，是不是总共就十条数据啊？是改一个，每页显示数据显示五条，改三条，改成三条，显示三条，零一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一直行，是不是 ？PID 是一二三开始出来吧？那所以是从这个，那如果第二页呢？
select sin from 这个 product limit。现在这个两个参数搞懂它的意思没？搞懂了没有啊？啊，没有啊。第一个参数是所以，第二个参数显示的个数吧。那我们现在是自己口算去算的这样一个东西，那如果这里面前面这里面的这个起始索引用代码怎么去做呢？起始索引用算法去做，这是给大家扩展内容了。起始索引用算法去做，比方说我们去取一个变量名称，这个 index 代表的是 index 代表当前是显示第几页吧，显示第几页，然后这个每页还是让它显示是不是每页还是显示三条数据吧，每页显示三条数据，这个又考大家的数学题了，每页显示这个三条数据，然后呢这个我们要去算这个是不是要去算一个大的 index 的，要去算这个大的 index 出来应该用 Java 代码给怎样去算，怎样去算这个起始索引啊 index 的，然后如果这里面再给大家框定，我们的页数全都是从一开始的，我们的页数都是从一开始的，页数从一开始，页数从一开始，但是我们表里面的索引是从几开始的，是不是从零开始的，那这里面首先是不是要去做一个 index 减一， index 减一之后，然后呢啊乘以三，乘以三有没有？还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可以把上面的数字，我们可以把前面的东西带进去看一下。比方说，如果是第一页的话，我传入一个一进去，一减一乘以三等于几啊？零。如果是这个二呢？乘以三。是不是就三？这个索引是不是就起始索引就算出来了？实际上，在后期我们的 Java， 我们要做分页处理的时候，就得这样子去计算它的一个起始索引。然后再次将每页显示的数量丢进去，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分页查询所要做的一个内容。